原来啊，我们自己啊，都是三念交汇啊，就是你的天性啊，会干预什么呀？秉性。当天性的念头非常强大的时间，这种场能一旦辐射下去，你的秉性和习性就以天性为王了。这就是很多人能成为圣贤，很多人能天天做慈善的原因。当一个人的秉性的这种念要是非常强大，辐射了天性，辐射了习性的时间，你就知道这个人什么吃喝嫖赌啊，赌博呀，哎，包括违法乱纪啊，为了钱财不择手段，哎，吸毒，不顾及家人亲情啊，这类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呀？都为什么呀？贪嗔痴慢疑，为了名利。我们遇到很多进到这个非法传销里面的人就能感觉到，那真是骗亲戚骗朋友啊，让亲戚不断的要骗进去，把你还要拉进去让你做。我就一个大老板，都亿万富翁老板吧，他什么哥哥啊姐姐啊，他的所有的叔叔这些全拉到传销里面赔得一塌糊涂，谁都劝不过来，说那是传销。哎，传销咋了？传销也是挣钱。哎呀，家里人把他叫回来不行，他还跑去。他那个时间就是什么呀，秉性的念头已经超过了天性，天性已经不当家了。天性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什么呀？天性是皇帝，秉性是大臣啊，习性呢是士兵。当我们的秉性非常念重的时间，就是什么呀，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你现在这个大臣是以下犯上啊，把这个天子给下令住了。很多人为什么生活在非常痛苦的环境中呢？实际就是生活在了秉性世界。当我们生活在天性世界上的时间，我跟你讲，光明无暗，重乐无愁。那生活在秉性里面是，那真是给你的生活人生带来的种种的全部都是麻烦痛苦黑暗啊，这是天性和秉性之间的这种斗争。那当你的习性的能量念头超过了秉性和天性的话，我告诉你，这叫什么呀？士兵啊，犯上，不听大臣的，哎，也不听这个什么呀，皇帝的。士兵就是什么呀？我们经常讲的将在外啊，军令有所不受，就是我自己就当家了。你看我们最简单的抽烟喝酒，脑袋也知道喝酒不好抽烟不好，心也知道抽烟不好喝酒不好，可是行为控制不住，为了这种细胞的贪欲啊，他会去做。这一类人呢，我把它称为什么呀？行尸走肉。这一类人呢，那简直就是在行尸走肉的这种环境中啊，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发现啊，我们人身体的这种三种方式，你用习性生活，我们把它称为僵尸生活啊；秉性生活呢，我们把它称为什么呀，这种怒恨怨恼烦的生活。要是用天性生活呢，我们可以把它也称为佛果生活，天堂生活，哎，圣贤的生活。那用天性做事的人呢，他就能掌握 80% 的财富，这一类人在这个地球上能占 20%， 这就是我们的二八定律啊。啊，为什么有很多人呢，哎，你看 20% 的人就掌握了那么多财富，包括富可敌普敌国啊。那这 80% 里面呢，又分为什么秉性和习性呢？所以这是三个性啊啊。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一旦清楚了，你要知道天性是你，天性可以说是你累生世中所供养过的佛神所修习过的善法聚集所在啊。当我们用善的东西，就是开启天性的万德之福的钥匙。那秉性呢？秉性呢，就是我们佛经上讲的业力，我们累生世中所积攒的恶和这种念。
我们之所以能投胎为人，我们看到最简单讲的什么呀？我们五戒吃得好，那这个就证明我们是用善的东西开启了我们投胎为人的，哎，这种场能啊。当我们对这个东西有了一个深刻的了解以后啊，我们人才能掌握福祸，就是福和祸的这个关。你只有这样明白了以后，你才能真正的清楚啊。那心念分为三层，就是我们所谓的天性、秉性和这个习性。我们也可以把天性就是君、皇帝，秉性大臣，习性士兵，就是你如何当好皇帝，不当傀儡皇帝，指挥大臣，用好士兵，那你这个身心三界啊，哎，就为你所用了。我们也是讲的一念啊，这个就为你所用了。天性呢是天生的啊，就是天性呢它是天生的，就像我们三字经上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它这个性本善呀，实际就指的是天性啊。包括我们有些古人讲的，哎，人性本恶，人性本恶实际就是指的秉性啊。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哎，人性呢可以善也可以恶呢？神就指的是习性，习性是可以善是可以恶的，天性指挥它就是善，秉性指挥它就是恶，它只是工具而已啊。所以天性是天生的，是事物的本质属性，就是事物的本质属性，也属于什么呀？全属，就是天性是我们人的全部，这个我们要注意，因为天性是我们人的全部，天性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命运，包括风水，人生的幸福、长寿、安乐的所在，也是天性可以开发我们自信的无福啊，开发我们自信的无福。那秉性呢？秉性是为了使事物相互有别而赋予的特性，属于类属，这是秉性。我们对秉性有个深刻的了解。天性属于全属，就是它是一把手，秉性呢属于二把手，实际天性在指挥二把手做事情，它属于类属，就是类分类的类，类属啊。习性是单个事物由于环境和生存的需要而在潜移默化中养成的习惯，这属于什么呀？个属。我们在这个分配里面对这个三性有一个深刻的理解以后，那你要再设计你的人生就比较容易了。我们要知道啊，天性属于全属，就是他是全权负责的，如同像老板一样，像皇帝一样啊。那秉性呢是为了使事物相互有别而赋予的特性，属于类属，好像部门经理，他负责营销，他负责招商，他负责这个哎文化推广啊。所以我们很多人误以把秉性当成我，把习性当成我，这个就错了。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很多人，我们看电视上讲什么呀，不在五行中跳出三界外，就是你想不在五行中，不受金木水火土家庭的这种克生的约束，那你必须要把天性把它超常发挥，用天性做事，天性处事啊，天性用事，那你呢得的可能就是万福，这个是你啊。天性要统一秉性和习性，那你这样的话呢，你就不在五行内了，不受，不在三界内了，你就跳出了三界，你推转了五行，实际就是一个道理。所以呢，天性是全属，秉性是类属，类别类属，
习性属于各属。就像我们知道，你看南方人爱吃辣椒，是不是？包括呢深圳广州那边爱喝茶，就是生活习惯，他的那种特殊的这种环境，他喜欢的生活包括方式，这都属于这种外在的。包括你看我们看到东北人啊，爱穿这个皮质的衣服，就因为他那边比较冷啊，所以他那种习惯啊，这就属于这种习惯潜移默化的这个性。人不论是什么人都有人的共性，人的共性就是什么呀？天性。不管你是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你只要是人，你都具备一个共性，就是天性。当我们人的天性念比较重，你和对方交往能把对方的天性激发出来的话，你就是佛教称为善知识啊。儒家呢就叫什么呀？良师益友啊，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如何能共同的合作发展成就，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最大的作用，实际就是把对方的天性激发出来，包括把丈夫的天性。我们古人讲什么呀？妻子能相夫教子。为什么能相夫教子？就是帮助丈夫把天性开发出来，教育孩子把天性开发出来，这是我们人啊唯一经常需要做的事情。人要做什么呀？实际就是开发天性的啊。当你遇到恶友的时间，就开发了你的秉性，什么呀？吃喝嫖赌吸去了，做坏事了，违法乱纪，违背伦理道德了啊。当我们的孩子不孝顺的时间，就是父母把孩子的秉性开发出来，习性开发出来，没有开发孩子的天性。我们在这个道理上就明白，古人创造的这个教育的教子就先写孝，孝就是他的天性，文是他的习性。所以我们古人把文排在最后，有余力则学文，我们就知道古人的目的是什么。当你天性要是纯善无恶以后，再加上习性善，我告诉你就如虎添翼啊。当你没有给他把天性开发出来以后，亏了孝，光教了文以后，我告诉你这就叫什么呀？有才无德，是为毒品。这种人在这个社会上不是害国就是殃民，要不就造什么瘦肉精牛肉膏，什么地沟油提炼，他用他的聪明啊，没有智慧就危害这个国家了啊。所以这就是什么呀？人不论你是什么人，都有一个共性，这个共同的性就是天性，我们讲的共振。你用你的共振的念，你看佛用他的天性的念在共振，共振了很多人成就。你看佛在讲经的时间，大家有没有注意，讲经只是一个名词，实际佛用的他的这个天性的念，把他的弟子当场就证什么阿罗汉须陀含，这种证果的方式是特别多。包括孔老夫子，他用他的共振就72贤士。那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是，包括很多人说你看我老婆旺不旺夫，你看我老公旺不旺妻，实际这种旺也是天性则旺，秉性是不会旺的，习性更不能旺。你只有掌握了这个以后，我告诉你所有的大师算卦的，所有的风水祖坟住宅都不会影响你，你想什么来什么啊。这种想有原则性啊，就像我告诉大家，有个人说他念地藏经为啥求电冰箱呢，我说你念到死也来不了一个电冰箱，是不是？你求就错了。说我都说地藏经28种好处，我这一念，你看，我冰箱就来了嘛，啊，这就迷信了，这个话就胡说了，这是不能听的，啊。但呢，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又有各自的特性，这是各自的特性啊。特性是什么？即秉性。特性就是秉性啊，就是我们各自的特性是不一样的。你包括我们可以看到非洲人他的性格是不是，美洲、澳洲，包括我们亚洲人的性格，我们可以看
他的性格是决定是有差异的，啊，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哎，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又有各自的特性及秉性不同，都有秉性，可是秉性里面有偏于，哎，利的，有偏于物的，它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我们可以感觉到。那每一个呢，单个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呀，习性，他习性完全不一样。你看我就喜欢吃面条，然后陕西人嘛，陕西你想呢，这个经常在讲什么呀，陕西十大怪其中就有一怪，面条像裤带，他那个扯面非常宽啊，非常长，这就是我的习性，因为自小就喜欢吃面条，吃米饭感觉吃不饱。你要南方人呢，就喜欢吃米饭，他就不吃面条，这就是北方人偏胖，南方人偏瘦的原因啊。因为米呢是在水里长的，我们把它称为寒性食品啊。麦子呢，你看它从播种一直到收割，将近要六七个月啊才能成熟，这就是生活习惯。所以当我们对天性、秉性、习性有一个深刻了解以后，我们再想到，哦，原来人有一个共性是天性。那我们学习古圣先贤、佛教理论、道教理论、儒家理论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分级别了。你用儒家的理论可以开发对方的天性，天性里面分为三性，上天性、中天性、下天性。你对对方有理，对方对你有理。那我们在这个上面我们就知道了，人之所以能称为天地人三才，和浩瀚的天地相并立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人可以开启万物的天性，人可以开启万物的天性，我们就懂得这个道理，就是所有万物的天性我们人可以开启的。那人，那可以这么说，万物的秉性人也可以开启，那万物的习性人也是可以开启的，这个毫无疑问。我们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狗是不是你可以开启它的中？对呀，你看现在狗，哎呀，大家一抱，动不动就说呀，你看这是我儿子，哎呀，我有时候听听就笑，我说这人啊，把狗都开发它的人性呢，要把它叫爸叫妈呢，看到以后我们就觉得非常可笑，是不是？所以啊，这个行为实际就是不对的事情啊。所以就是我们人真正的目的，我可以这么讲，世间的一切，出世间，世间的一切圣贤，他来到这个人间就只有一个目的，开启我们人的天性，这是他的目的，来压制我们的秉性，左右我们的习性，实际这就是他的一个目的。为什么呀？佛需要大家都成佛，神希望大家都成神，哎，圣人呢希望大家都成圣贤，这是他们的共性来的，只是他们教化的，哎，方式不同。佛讲的是出世法，儒讲的是入世法，啊，道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法。所以我把这三教啊，他所讲的内在都不同啊。儒他解决了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他伟大的地方就是五伦归位。道呢，解决了人与自然如何相处，顺应四季。啊，那佛呢？讲到了我们从哪里来又给哪里去，可以说他讲的最透也最究竟。他讲了人从哪里来，你为什么当人啊，你为什么有富贵啊，你为什么当国王啊，他里面的因果讲的非常清晰啊。包括你未来你要去什么地方，西方极乐世界、东方琉璃世界、哪个佛国的世界，他给你讲的很清楚。所以要不我说佛字啊，中国过去没有单人旁这个佛啊，最后因为有佛教以后才有个单人旁，佛是一个人臣。道呢，我们也知道，首先的首字，它一个自己的字，一个人头朝下呢，
顺道而行。如字呢，单人旁一个需要的需，人人需要。那我们在修学的时间，佛家里面把这个三教的东西都有。我们都知道佛教过去有小乘，小乘进入中国以后啊，发展的不是太好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有道家和儒家把小乘代表了，小乘慢慢就不发展了，大乘呢就推广的比较厉害啊。所以佛讲的最圆满。那我们想想，道教和儒家讲的圆不圆满，实际也圆满，它都是无量义的，只是我们大家对它的深刻的理解看谁去理解的啊，看谁去理解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上面就知道天性、秉性、习性。好，这堂课就讲到这个地方啊，咱们大家对这个三性有个深刻的了解。好，谢谢大家。